这个是睡得稀里糊涂的大头。妈妈，妈妈，哟，睡着了还要卖萌啊？小熊要上床睡，熊熊，熊。靠在我的枕头上睡，小熊把盒子让给小宝了。妈妈想去要这个盒子。通过这次穿手术衣的经历，大家应该知道二毛绝对不是毛茸茸的，每天吃这么多东西，哪能不长肉呢？妹妹，黄瓜，你又动手了啊？被我亲眼看到啊！熊熊，聊个50块的呗，怎么样？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呢？喜欢我嘛，又不让我碰你。说你不喜欢我嘛，你天天得跟我睡。我跟你说话，你还装睡，闭着眼睛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乐乐在我的背上走了2次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踩过去踩过来。乐乐，好，忽略乐乐。我们继续聊聊咱俩关系的问题。你这眼神看上去聊不下去了。你到底心里有没有过我？你这个渣男，吃我的罐罐，吃我的小鱼干，吃我的猫粮，睡我的床，欺负我的猫，却不让我摸你。怎么回事？就让我摸一下好不好？现在我正在很严肃的在跟熊熊谈心，你不要打架好不好？妈，你喜不喜欢奶奶？毛毛，你喜不喜欢奶奶？完了完了，耳朵又脏了，又听不见了，你跟他说啥他听不见了。熊熊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咱俩的问题说清楚。你到底是爱大头还是爱妈妈？你赢了，让我摸一下，就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妞妞，他把露露给打下去了，你说他有多横？妞妞，奶奶从小可是把你当公主养的，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，要脖子没脖子，是不是成了一个社会猫，还凶还打架，连生病了都还这么猛。熊熊，继续说我们俩的问题。熊熊，你不要逃避好不好？熊熊，熊熊，咱们好好聊聊，好好聊聊。还是你爱妈妈？对，配合一点好不好？我说你爱我的时候，你至少不是这样的表情。我的天哪，我在这个家是完全没有地位的。没有地位的白眼狼。好歹有一个别人家的女儿来安慰我。滚滚，真滚。姓李的没有一个管我，只有我们滚滚心疼我，没白吃我的罐罐呀。好了，这下三个小孩。